上也是跟农历一样，忙到十二点多，然后早上想说一早要去投票，所以闹钟还没有响的时候我就起来了，然后就去买个早点，然后吃一个素豆浆，买一套这里有名的烧饼油条，然后就到前来这里投票。其实心情蛮平静的，我觉得这阵子过得挺久，虽然时间很短，我用尽我各种办法，我也感谢全台湾各地，包含台中市各地的支持者，大家全力以赴的帮我们，甚至有国外的朋友专程回来投票的都有，因为我这几天都遇到，昨天还遇到，我从美国回来的，我今天刚下飞机，真幸运今天看到你，然后就吃晚饭的时候我在路上说，所以真的非常感动。当然今天天气有点冷，是我想这是气候的关系，但是我相信天气不会阻挡，不会阻挡到大家的热情。